Sag's mal.别把人着急弄坏，吓我一跳。小公主，你有本事对着镜头发个脾气。小公主特别容易受惊，受惊，受惊吓的受惊，就那个受惊，你们没理解。哇塞，哎呀，这黑圈。有吗？很睡吗？天天上课睡觉，你天天天天没睡，没睡觉。你搞的吧你是？说咋搞的？哎呀，我操！现在小哥你太懂点了，是吧？来来来，好，分给吧。要干就赶紧干。他说有点弄死你，我他妈的害死你，我操！别哎，不带借助外面的，就是外力的武器，用你们自己自身带的武器哦，去干弹簧刀。你那是弹簧刀，在弹簧呢。弹簧刀，我操，太恐怖了！我要忍住我的笑声。嗯，他很疼啊。你们大爷，你碰什么没裤子？别，哎呀，别用刀，用什么刀呀？你们自己不有棍吗？我就看有李桃，你快走开，松松，不知道口味，你下来快下来，什么味道的锅巴，鸡汁味，来来来，你的锅肉锅肉味的鸡巴，快去拿着结账，拿着鸡巴买单去，你鸡巴一包鸡巴多少钱？这个不能播出，这个不太好。这个未成年看了，哎，你后面它湿的，哪湿？什么湿？那不是湿，你啥眼神啊？This is 挠的湿好吗？他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射上去了而已。使劲，敷完面膜就使劲。我懂你的意思。然后回头给他。好吧，其实他来了。上次我请什么八戒的戏？不是我坐你前面，你坐我前面。那你懂啥意思？你还是要高一点。对。你这样这样，你坐那个上面，你坐上去。对对对对对 ，OK OK， 哎，对对对对，你靠哪？对对对，人还是坐在水里的。哎，对对对对 ，OK。不要就。我靠，还有怎么扔？都有点距离，我坐不住啊。你推着我。来，两个人抬起头。哎呀，很好，不错，可以。好，有了。等一下，不错，来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关注“香蕉娱乐”公众号，我们有一个抢红包的活动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，我们的林峰峰已经对大哥形容词，那真的是。多金，多发音发进去，多金还是不也不是吧？就是多钱鼻，前鼻多金啊，金就是演技好。那在拍戏的时候，阿伟有要比较一下吗？谁的身材比较好？没法比，根本不是重量级的。怎么你是比他要？我比他重太多了，对他比较重。身材方面呢？身材方面我比较粗。我没问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我也不想知道，你们俩私下讨论好吗？是不是你自己说？那我比较硬啊，我比较粗啊，比较硬，一个比较粗。OK OK， 好吧，这个问题。
哇、哦！啊！大叔脸已经红了，真的已经屁股已经离开凳子了。抽烟，抽烟，啊！天哪！就算我，啊，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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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好好污啊！哦，算你赢，算你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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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不了了，接下来，来，我里边吧。啊！你先来，你先来，你先这样。不，我也想在里边。我怕疼。嗯，我要坐这儿，这样好一点是吧？可以了吗？我们开始了啊！有点疼疼的。哎呦！哎呦，大姐好有力量！我开了，没开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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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撑开的，你要撑开，撑开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嗯，好好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好。什么重新来？好，一，就是我赢了。加烂皮，加烂皮。嗯，你加的太深了。就这样就行。膝盖加膝盖。好，一，好了。哎。紧不紧？硬不硬？脏。能不能开？赖皮不跟你玩，没意思。那胜负已定。提问黄景瑜和许魏洲，觉得自己全身上下最性感的地方是哪里？我替他回答了，他全身都很性感，特别会读书，是哪里？你是哪里？是哪里？你是哪里？我鼻子，鼻子是会性感吗？性感。你呢？我这个人就很性感。我想问你们，你们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？站小树林儿。刚他是什么意思？不懂了吧？没有童年。站小树林儿，站到树林里去。哎呀！然后两个字，我生日的时候切蛋糕。然后没有中间那个字。没有中间，对你刚才说的那三个字，蛋，切糕，切糕，太残忍了！切蛋怎么切啊？三个字，那是什么？第三个字是这个。你对电子产品的性功能不是？你对电子产品的性能都有一定的了解吗？有一点。和射手座恋爱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，为什么？短啊你们！不录，不录，说谁短？说谁短？那你最长能有多长？我没有在开车哦。开什么车？开什么车？九云你好，我今天想问的问题是你身上哪些部位被人赞美过？哦，哈哈哈，整个身体都被人赞美过。你会看到整个身体吗？你看不到吗？我下半身是透明的吗？